你有真本事，为啥不外露呢？你也没给我机会啊，董老板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是背水一战，我需要这个工作，准确的说，我需要这份薪水。其实这一个月来，我已经观察到，你是个外行，但这才是我留下来的重要原因。此话怎讲？因为你是个外行。 如果得到你的信任，你就会听我来安排。董老板，我也想实现一回自己的价值。好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个厨师长你来干，月薪4000，这不是亏待你了吗？不，一点不亏。咱们还是按半年来论，如果半年后不火，我自己滚蛋；如果火了，另当别论。<笑>行。 那些虚招式我也不使了。这些年啊，私家菜比较红火，我呢，通过30年的努力，创造了一份自己的菜单。如果你没什么想法，我就想打出鲍家菜的招牌。哎呀，王师傅有人找你，二老姐。哎呦，妈。 董老板，这是我母亲啊，老人好，老人家好，老人家好。阿阳，快上茶啊！您坐，您坐。哎，好好，慢坐，慢坐。嗯。哎，行，哎呀，我自己来，谢谢啊。你们二老从市区到开发区，这是打个车挺方便的。 我们两个人啊，商量来商量去，儿子，觉得你不应该工作，再歇一阵子。我们俩就为这事来的。你会奇怪，我和你母亲怎么达成共识了，对吧？来，你坐这儿来。你坐，我坐这儿。 确实挺难得的。你如果感到诧异，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深入的理解过我的心呐。我不多说了，我就说一点，平儿，为了小春儿。 你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呀！啊，你多活一天，就是给小春健康成长做的一份贡献，不在于你挣多少钱留给他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明白。明白就好。嗯，小春他姥姥啊，说话虽然是不好听，可是这是实情啊。嗯。 我这个人呐，从来都是视金钱如粪土。后来我听说您生病了，听说了您的病情之后，我这心呐，应该说我们做的还可以吧？是。我现在当着你妈妈和你的面儿。 再表个态啊！今后小春的生活费，全部由我来负担，你们不要管，你们不要管，全部由我来负担。平安，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养病，养病再养病，然后多陪陪小春，明白吗？你一定要听我的啊！一定要听我。小春姥姥说了。 以后每个星期吧，让小春过来，上咱们家陪着你住几天。妈，这过去为了小春住哪儿？ 你们二老是争来争去的。
今天我真的非常感谢，感谢您说的这番话。不光是感谢，而且让我感动。谢谢。我只要能多活一天，就是给所有亲人最大的贡献。是啊，我是想给小春多挣点钱，但是我也想给小春留下点精神上的东西。如果真的等一天我走了，我希望小春能记得，他爸不是一个混吃等死的人，他会为我自豪。等我一旦真的走了，我女儿会变得坚强，有责任感，她也会好好的照顾你们二老，照顾她妈妈。妈呀，我真的希望你们俩以后能像今天这样多走动走动。会的。咱们两个家呀，本来人就不多，不管我跟欧瑶怎么样，但是毕竟有一份缘分把我们牵扯了这么多年，是，咱们都应该珍惜，应该珍惜。找个机会啊，就赶紧把自己嫁出去。这男人和维生素是女人一生必不可少的。维生素吃多了也中毒。问题是你现在缺乏维生素啊。你说，我先生他朋友是个单身，你看哪天要不要我给你约一下，干嘛你俩见一见去。得了吧你！哎，我跟你说真事儿呢啊！我看小娟这话，你应该考虑考虑。来，干嘛呀？急着把我嫁出去？这什么话？你不替你自己考虑，你也替人报平安考虑啊？你有了新的归宿，人家报平安心里不就踏实了？我妈现在对报平安的态度大转变。我的转变只局限于对他本人的态度。你要和他复婚，我不在。你现在是不是还惦记着鲍平安呢？我当然惦记他了，他是小春的爸爸。哎呀，你说这鲍平安回来的可能性有多大呀？哎，假如他回来了，是不是就能解开你心中的疙瘩呀？不是疙瘩，是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。那你可要搞清楚了，你对他是到底还有感情呢，还是同情他、可怜他？当年啊，梅兰芳梅老板在北京的太华酒楼吃着小碗烩饼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奇怪。这饼明明是烩出来的，为什么汤却是清的？饼丝细而软，可盛到碗里边却是一丝不乱。其实啊，这里边是有奥妙的。这饼啊，必须是头天烙的，当天烙的一下锅烩准粘锅。饼丝呢，必须用高汤浇透，扣到碗里边，再加上一勺温火炖出来的清汤，最后再加点糟鸭丝、豆苗。为了提味儿，您请品尝。好，好啊，这是国粹呀！在美国你就跟我说过，他准备在这里打出鲍家菜的招牌，我很不满意。不过现在呀，我是心悦诚服了。区区的一碗烩面，让我知道你请了一位厨艺的高人呐。今晚呐，请你老正式品尝包家大餐。好，今天我要和你谈谈共商大计。好，啊。你俩啊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你啊！哎，好，
翁经理啊，哎，好嘞。哎，刘姐，来来来，怎么样，环境不错吧？哎，请进。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哎，这是我大舅哥鲍平安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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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厂的刘姐，刘墨，茉莉花的墨。啊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这样，我先介绍一下情况啊。哎，这刘姐呢，是我们厂子劳资科干部。哎，离婚以后呢，孩子归男方抚养。哎，在这方面，你们两个可以互相沟通，互相理解。你的情况，郑凯都跟我说了，谁不希望自己有个美满的婚姻呢？但是天不随人愿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现在我们人到中年了，有优势也有劣势，比如说我们都成熟了。我们以后啊，再重新生活啊，就不会走弯路了，你说呢？哎，我那厨房啊还有很多事儿，我该去忙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这时间早着呢。哎，刘姐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先聊着啊。你们聊着啊。郑凯，哎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别送我了，你们聊着啊。喝水吗？那就给我来一杯吧，我正好有点口渴了。啊，那好。看你这居住环境，还有你这条件，再看你这人的精神面貌，我觉得你现在比较消沉，你说呢？啊？你说是那就是吧。不是我说是就是啊。我都离婚七年了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像你这样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看我现在自我解脱了，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，在哪儿跌倒了就在哪儿爬起来，人不能总躺在地下不起来，你说是吧？尤其是你们男人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你说呢？我说什么呀？那也许七年以后，我也就不怨天尤人了吧。看你这懒散的样子，倒是挺讨女人喜欢的哈。刘姐，我比你小一岁呢，你叫我刘姐，我有那么老吗？你说呢？你不老，你一点都不老。这么着吧，我同意啊，跟你进一步接触接触，咱们出去散散步吧。我真的没时间。厨房事情特别多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这不是下逐客令了吗？这么做对女人可是不尊重。不过我可以原谅你，因为你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你说呢？我没啥可说的。哎，田师傅，停车。走吧。大哥，怎么样？啊？那什么人啊？啊？每句话最后都得说一句“你说呢”？他把什么话都说了，让我说什么呀？这刘姐是劳资科干部，这习惯用语。那他来招工人啊，还说跟我愿意进一步沟通，还说原谅我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他就那种性格的人，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。大哥，我可是经过慎重考虑才给你们搭这个桥的。郑凯，我劳你大驾了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这回呀，你换个性格的人教教。哎，这刘姐属于那种照顾人无微不至，你要是娶了她，就连换煤气罐这种体力活都不用你操心了。现在点煤气罐都是管道，还煤气罐？不是，我这不是顺口举个例子吗？哎，那你不换煤气，总得有人陪你说话过日子吧？哎，总得有人陪你一起过夫妻生活吧？去，
哎，大哥，我这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。刚才那刘姐跟我说了，说看你挺顺眼的，你不是没房吗？她正好有一套，你可以搬到她那儿去住啊。你的意思，再见面刘姐就把我收编了呗？是。行了，这件事到此打住，你回家吧。哎，大哥，你看你别的，我这事儿你别瞎晃了，我看着都眼晕，赶紧回家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还惦着赵萌呢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，这长时间虐待自己，你会变态的。你既然看得起我这个妹夫，那我就得照顾好你。我问你，你告诉刘姐，我是个癌症患者了吗？我最多只能活5年，你说了吗？你没说吧？你这对人家就是欺骗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没什么。其实什么呀？其实，郑恺啊，你没什么大智慧，但你有的是小聪明。我记得你问过我一句话，你说赵萌凭什么跟着我？你问得好。咱们现在满世界找找，哪有一个女人愿意跟着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年人从破屋寒窑重新熬啊？有吗？我一脸褶子，挤在年轻人堆里边，一块看流星雨，这有意思吗？好玩吗？哥这些年啊，就是因为太过高的看自己了，我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但是现在哥清醒，哥明白了。郑恺，不是我看不起刘姐，是我不配人家。你想，我这个身体，还能有多少时间来证明自己呢？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工作、挣钱。女人我不要了，明白吗？行了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啊，走吧。啊，我不敢称我是美食家，但我算得上见多识广。今天晚上这一桌子鲍家宴，堪称是精品佳肴，因此我同意再投资办一个店。你们放心去办，有关事宜具体的你们商议商议。我要回去休息，你老还是坐在这儿一块听听啊。哎呀，我的想法你再清楚不过了。我年老了，不愿意浪费精力。啊，最后我还是要说上两句话。一，你们借助我的力量，放开你们的能量。二，我的投资要有回报的。哎，您走好。哎，您在。你们来演。哎，好。老先生身体真好啊！哎，我先给你交个底儿啊！啊，大伯将在10天之内汇来50万元的启动资金，是美元哦。那可以干一个中档偏上的饭馆。目光短浅，这只是前期的启动资金。赶快抓紧在市里找好地方啊！再后来就开始如何榨干你的能力了。我这人啊，缺点不少，但不重要。我优点不多，可是都很重要。你就随便使唤呗。好，我和大伯商量好了，你来做副总，头一年月薪10000啊，20%的股份，你看怎么样？说实话不低。但我知道你肯定有附加条件。你可太聪明了。哎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，公司成立以后，包家菜的商标必须由公司的名义注册，你我大伯不能另行以个人的名义使用，怎么样？等我手吧。好。
春。爸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来检查你的身体了。那检查合格吗？嗯，还凑合吧。哎，姑娘们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来来来，看看我女儿漂亮吗？漂亮，漂亮，大美女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干活去吧。爸，我带你去见一个真正的大美女。谁啊？来。再次混成了高级打工仔，月薪10000块。我就知道你不是吃干饭的。现在关键是找地方了。我跟老板说了，这个分店一定得开在市中心。好找吗？钱贵的好找啊。爸，一见面就谈工作，一点情趣没有，烦不烦呢？宝贝儿，这个分店可有咱们家的股份，打的是鲍家菜的旗号。说咱家的股份，那当然了。哎，春，你干脆啊就考那个商学院的餐饮系，等你大学毕业了，帮你爸爸管理饭店啊。好。哎，我去前面买饮料了，你们俩聊吧。哎。怎么样？你要是需要我的什么帮助，你就随时开口。一场大病让我把恩恩怨怨都看淡了，但我又抢出了一年的时间，一个饭馆上路了，一年后就能成规模。如果生意红火的话，我跟董老板就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法律公证，也算是给春儿留下一笔财产，当然也包括你。小春儿不是需要你抢出一年时间多挣多少钱，他希望你陪他永远的生活下去，当然也包括我。一年后再说吧。走吧，咱们去找春儿，跟你女儿好好说说话。行。看看这报纸，怎么了？也没准同名同姓吧。凭我的直觉，这个赵萌他就没离开过这个城市。即便是那样，又怎么样？没离开这里，就说明他一直牵挂鲍平安。再深一步想，也许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据我观察，小春对这个事儿也想开了。那我想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干嘛不促成他们这事儿啊？让他们公开结婚不就完了吗？你看呢？嗯。咋的了？我是和我妈一块儿去看我爸的。他俩高兴吗？嗯，见面的时候有说有笑的呢。那他俩都说啥呢？才没偷听他们说悄悄话呢，我找了个借口自己去视察开发区去了，他们自己说去。啊，你这是给大舅和大舅妈创造机会，让他们重新谈恋爱，然后再复婚。小屁孩，瞎说什么？这是你该懂的事儿啊，别瞎说啊。这一年多我想明白了好多事儿，我特别想我爸爸回家，但是我不强求他，我想让我爸我妈都高高兴兴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嗯，看董老板，我希望咱们啊把这个长廊修出来，一直跟停车场连起来，然后呢咱们需要再盖楼，因为现在啊包间都不够用，我想2、3、4都能是包间，然后第5层啊
咱们盖一个大点的宴会厅。我这找个朋友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顾爱平安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因为你生病了才离开赵萌的？现在提这个事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承认，这是个主要原因。下个星期校庆，外地的校友要在这儿解决住宿的问题。在您的宾馆最少需要30间客房，我今天先来看看。没问题，我们经理马上就过来，请你稍等一下。好，经理有人找你。哦，你先忙去吧。好的。这世界真小。确实不大。来，请坐。谈吗？住宿的问题，当然谈了。30间房子住3天，你能优惠多少？8折，120一天，怎么样？还是太贵了，最多100。行，不过要先交10%的定金哦。好，我明天给你送支票了。不过也许明天不是我过来。这本来也不是我的工作，学校校庆事儿太多，我临时帮个忙。我知道，你是个好老师。没想到会遇到你，你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城市，对吧？这么说，他把事情都告诉你了。你很想知道他的情况。谁都有好奇心。就像你想知道我的情况一样，你在这儿是为了等他吧？你今天来不是谈住宿的问题，我把你想知道的告诉你，我没有见过他。我想，你还是见见他吧，他现在在开发区的喜龙门饭店。小春需要什么，我知道，所以你先别急着表态，一切等你见过他之后再做决定。我明天派人送支票过来，住宿的问题真得在你这儿解决。行，再见。再见。吃饭，吃饭，写作业。他怎么了呀？没必要瞒着孩子。春儿，哎，老实跟你讲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赵妈一没走，她现在在来苑宾馆啊当总经理呢。今天下午你妈妈过去和她见面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儿啊？赵萌阿姨一直没有跟你爸爸联系过。今天呢，我见到他了，我把你爸爸工作的那个饭店的电话给了他，我希望他能去看看你爸爸。春儿啊，姥姥想认真的跟你谈谈这个问题。谈吧。春儿啊，你现在是大人了，你应该能理解成年人的感情问题。现在这种状况，他需要有一个新的家庭，他需要有人陪伴他，照顾他，对吧？这个角色，赵萌阿姨来承担最合适。妈，你也这么想？嗯。啊，
应该是这样吧。您不是想和我爸复婚吗？还有姥姥，虽然以前您总和我爸吵架，但爸爸离开家以后，您不是一直后悔吗？您不是还为了我爸不回来的事儿上奶奶家闹去了吗？这回您俩怎么都变了呢？春儿啊，咱们得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啊，你说是吧？你爸爸现在身体有病，他需要有一个人呢，全方位的、全身心的来照顾他，只有赵萌阿姨能做到这一点。我妈也能做到，再加上我。你妈做不到。第一，你妈妈现在是副校长了，工作担子越来越重，她哪有那么多精力啊？你说是吧？第二，你明年就上高三了，咱们马上要全力以赴的应对高考，妈妈还得照顾你的学习和生活呢。姥姥说的对吧？春儿啊，为了你爸爸能安度余生啊，咱们得综合进行考虑问题，对吧？我算听明白了，在您眼里，我爸成包袱了是吧？您就这么想把我爸甩给人赵萌啊？您自私！春儿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我能不感情用事吗？这里边都是感情的事儿。妈，你也觉得我爸是包袱吗？是吗？包袱。春儿，这件事儿，妈妈找时间跟你单独谈。你不敢回答我。春儿，小春儿啊，腿好了吗？还行吧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你实话告诉我，这段时间你见我爸了吗？没有。当真？我干嘛要骗你呢？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儿？我在这儿啊，有工作。你那么能干，到哪儿找不到工作？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儿等，也是白等。小春啊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可是我心里一些想法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还想找时间和你妈好好谈谈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爸爸对你的爱是深入骨髓的，任何人都抢不走。至于我和你爸爸的关系，我没法给你解释，也解释不清楚。好了，喝点饮料，赶快回家吧。天晚了，别让你妈惦记，让她有空给我打个电话啊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别学那些轻浮的女孩子，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没完没了的考验男人。我想明白了，你跟我爸爸，要断就断，要好就好，你不要再折磨他了。小春儿，你这样说话很伤人的。那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爸得胃癌了，一年前动的手术。吓着了吧？还敢要我爸爸吗？赶紧离开这儿吧，别弄得自己下不来台。敢要我爸爸吗？赶紧。
起离开这儿吧，别弄得自己下不来台。前天晚上不小春上我那儿去了吗？他告诉我，说你带着他去看他爸去了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家里又出什么不好的事儿了呢。没有，本来平月呀，他要来探探你的口气，我信他说话呀没轻没重，我没让他来。妈。你有什么事给我往学校打个电话不行了吗？你非得跑这么远的路，多累呀！其实啊，妈没有脸见你。妈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你这辈子把我当女儿的吗？啊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？好，那妈就说，你跟平安能不能复婚？告诉妈。妈，我实话跟您说，那天我带着孩子去看他，我就是这意思。我想慢慢的把我们那个家再归拢到一块堆儿。孩子，你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妈，你别吓我，你别这样啊，你别这样，妈。妈不哭。妈心踏实，妈踏实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嗯。我那天啊，我见到赵萌了。赵萌？怎么着？他还在这城市啊？没走啊？他没走，他没回老家，他就在这儿。我看得出来，赵萌呢，心里边有平安。平安呢也挺惦记他的，平安就是因为自己那个病才硬把人家赶走了的。能是这样？嗯，那这事儿咋这么复杂？哎呀，我都昏头了，我这……你看，赵萌今天给我打电话，他约我下午跟我聊聊。聊啥呀？有啥聊的？您别担心我们的事儿，您别跟着操心，行吗？您相信我们能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相信。我回老家待了一个月，什么事儿都做不下去。后来朋友盘下了这个旅馆，需要人帮忙，我就回来了。其实你心里还想着他，你想和他重归于好，你回来就是想等他。李志让我打消这些念头，所以我一直没跟他联系过，我连自己的手机号码都换了。你自欺欺人，你回来就证明了一切，李志战胜不了情感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成为习惯的时候，就像是生了病一样，病去如抽丝，这需要时间。说实话，这一年里，我倒是越来越理解你了，理解你当初为什么不能够毅然决然的一刀两断。其实也没什么断不了的。我和他离婚之后，改变了生活方式。我经常出去健健身、美美容，和朋友逛逛街，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，把自个儿嫁出去。我觉得，你也在自欺欺人。让一个人从眼前消失，挺容易的。但是，如果想让他从心里消失，容易吗？习惯了被他惦念，被他关怀，甚至被他训斥；习惯了他身上重重的油烟味儿；习惯了他抱怨工作累，
说身体受不了。习惯是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感觉，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习惯动作就能让心里重重的疼一下。你真的是我一直爱着的。你要想好，如果他当初离开我真的是因为生病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到他身边，一直陪他走到最后。再一次失去了老公，再一次，可他找到了一个好女孩，你必须这么想。他最后的生命时光一定是幸福。心里